将为各位朋友安排一段别开生面的表演。由于近年来台语歌坛呢，在这个受到年轻人的文化冲击之下，已经产生出了全新的风貌。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一位，他可以说为我们台湾歌坛呢创造了新的一种闽南语歌曲或者是流行歌曲的表达方式，他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心目中的最爱，目前已经在我们演唱界里面号称 Life King。 一起来欢迎我拜、yeah!青春让我的梦无法度得到我心爱的人，啊啊！枉费青春让我的希望，枉费我一世人，啊啊！嘿，你咧讲啥话？心肝底咧敢会得过？嘿。为青春，为你一人，无法度相信我目眶红。张辉底下够安装个盖小，不用再推荐，因为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啊。我像我这个主持人啊，我认为敢夸公，哎，他是做什么样的这个表达的啊？什么样表演的人，都尽量啊，就是对他的味道，这个表示尊重。对对对。像我平常这个，如果访问到一般歌手，一定是穿西装笔挺的。你像我今天一看到你就都请个看灰也杀出来，啊、哦，您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一种这个新年轻人的一种主张？还好，可以的啊，算还好的。要有绳子，还有绳子。没有，你有绳子不对，应该没有绳子。这个人也太挑剔了，喊我这回来上来花纹，这个应该是意大利那一种的。哦，对艺术，啊、你别跟我怎样、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穿这个看起来还是很熟的。我告诉你，年轻人想什么，我其实很清楚的啦。对对对对。但是说你刚刚这不满意，我另外个请一个出来啊，大家来比较一下，欢迎啊，新的年轻人的主张，台主张先生啊、哦。Yes, good, nice to meet you。刚刚从加拿大载誉归国，哎，绳子也有，有没有绳子？裤子那件，鞋子，我觉得他的这个服装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这里更完，我真的完全是配合你，的头发好像刚睡醒一样。你觉得他这个是不是能够代表新一代年轻人的主张？我是尽量的要跟年轻的有没有要挂在一起，我是属于年轻挂的，所以我们两个是属于同挂的。不是啦，啊、是不是同挂的啊？还不是不一样啊？奇怪，现在我在我们的眼睛看，你们两个不但是同挂，而且是双胞胎的。对呀、啊，我们两个还双挂耶，真的是这样。你为什么又不承认他是同挂？因为他是，而且我又有点对，因为他是看到我之后，他自己跑去后面画。
你安利公安轰轰门的，你在那边安那个 get 那你这样子不是把我们的一片诚意变成狗屎吗？不会了，就好玩好玩。哦，我知道伍佰的意思，他是说一个人不是说看外表，你把他弄得好像很像，就代表他代表年轻人，知道吗？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了没？他唱歌的方法。你有办法唱出他那样唱歌的方法吗？那大哥你就有所不知了。哎呦，他唱歌的方式是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种 blue 的方式。blue 啊 blue， 这是我最喜欢。哎呦，其实我可以模仿的跟他唱。哎，为什么你试试看？真的是这样吗？真的。那你先让他唱唱 blue。他好像那个眼神，他先唱唱 blue， 我们再来看看。好，知道。来，破坏像发型，跟我发型，咱们表演节 blue。我们也听歌了，嘿。风雨青春让我的梦无法度得到我心爱的人。今仔日是风台天，阮老母叫我唔通出门啊，唔通出门啊。哎呦！啊，恁爸都无法度要来录影啦，要来录影，要赚钱赚食啦。今仔日500看到我讲我袂晓唱这個，啊，恁爸都袂爽，啊，袂爽。Who is the top? Who is the top? China Blue, of course. 拜托的，别弹遐久啊！恁爸要唱啊！他唱的超出我意料之外的好，真的吗？真的，白哥，我真的跟你握手，真的，谢谢。因为他词又自己编哈，然后那个又那个唱那个歌好像在爬山一样，哎呀，哎呦，我都是爱这款，会当登音这款的我，所以我去看你。但是你可以不要那么恶心，扭你的身体，对不对？我刚刚接两紧拍红门。因为我他又说你好，然后又说不要那么恶心。对，你不要，你不要扭身体。那不够男性化，男性化一点的地方。好了，拜托呀，拜托。Baby, yes my baby, it's a 500, this is a 500, yeah. Let me introduce you, this is a nice babe.Who is the top? Who is the only? China Blue, only. Let me introduce you. Who is the drummer? He's the drummer. Dino, Dino, he's the Dino. Say hello to everybody. Dino. Who is the bass? Who play bass in the band?It's a shout to my friend. Who is the singer? Singer is a 500. And I'm as proud of the king. Okay. You get out. You pick. You. 莫名其妙。哎，来，马上帮我们再讲评一下。讲评是这一段。不正经，所以刚刚看得出来，他歌词里面都离不开500 500，这表示对你的崇拜，对他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词啊，你知道吗？我知道，哦，这是他是说你没有词啊，这紧张，那这表示就是说他这个，因为他是临时编的，你也知道嘛，对啊，那我们可能要麻烦你。好，那你给我们这王牌威龙、啊，你来编，来一点词，好不好 ？OK， 没，白帝。录电视实在足艰苦的啊。唱一挂有诶无诶，我毋知要安怎啦。
来，有关键喷酒。哎呦，你阿妹都哎，这样子就没有了。拜托，这块银块好玩，我们要打回去，打回去。我讲五包实在真无意思啊。胖胖到安尼胖这多啊，一手两骨都酸，无意思啊。嘿，你咧讲啥话？心肝突然敢会得过？嘿，哪会袂得过？我唱英语的，你甲我嫌我唱了无啥好，甲唱台语，你讲我什么啰嗦啊？无啊，又搁无啊？我反应是无啊，每个人都唱了，真的很会听。不，他这个厉害，厉害。不过我是觉得他真的不错，可以培养一下。但是你要懂得尊师重道，如果你愿意啊收他为徒，你也不能叫五百，250，我变成250。接下来我们还是好好听一听五百再给我们唱一首歌，好吧？好吧 ，Last Dance， 欢迎走下去。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